修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哈。就是关键是，你刀一动手吧，就鸡巴了，心里。心里害怕。这个位置还比较严重。这个烂到这儿了，一条缝到这儿，甲根还有个5毫米吧。你得仔细看着点，别的刀甲根，刀甲根啊，治好的几率很低。我看一下，形状，别扎着手啊。你修脚趾甲是真的不疼？不疼哈。嗯，有感觉吗？一点感觉没有是吧？好多人不相信，所以说我发的视频都没有配音乐的，都是原声音。我都修的马上就20年脚了，这是下刀比较有信心。而且给你扣的也挺深，该深的时候就扣的深，这根本就没有感觉。这就是干的时间长了，其实任何人干这么时间长都能这样，你知道？你是熟能生巧吧？他不是，任何人你干个20年，都能到这个水平。这玩意儿也简单。我上期是视频了。你儿子拿吗？啊？你儿子拿吗？里面。我上期是视频了。什么视频？修马掌。那个。哎，手扭踢的。啊？哎呀妈！你们儿子也这么多东西。上个堆儿这里更多。哎，我这个脚底这些皮能不能拿刀去去？去不了，这是爆皮，它不是厚皮，如果是厚的老茧还去，你这个一刮，你看一刮就出血了。我也有，也有了，也有茧，因为我泡澡的时候，它能刮出来东西。你这个都是爆皮，因为爆的脚气的爆皮啊，它很薄，你知道，它只有老茧哈，你这个脚没有老茧，你没有老茧也不要去刮它，一旦刮出老茧了以后，你就是一不修脚。纠结。